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会徽是哪种动物？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会徽是大熊猫，这只可爱的大熊猫有真实原型，名字叫基基，是奥地利动物商海尼德莫于1958年以3只长颈鹿、2只犀牛以及河马、斑马等于北京动物园换得的一只雌性大熊猫，后来生活在伦敦动物园。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现在更名为世界自然基金会，世界上最大的从事自然和野生动物保护的国际组织，成立于1961年，总部设在瑞士格兰德，其宗旨在于促使人们认识破坏自然生态系统在气候变化、水土流失以及导致干旱和洪水泛滥等方面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，同时呼吁人们注意到世界上有1000种动物、25000植物濒临灭绝，如不及时加以保护，其损失将不可弥补。